我就是那个害恁全家伙仔的凶手。对家你开始，我会好好照顾你。我拜托你，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紧好起来，唔通搁再加深我的罪恶感。我跟你讲，敢会想做事啊？长青集团召开这次临时董事会的原因，是要向董事会报告，我们菲律宾的投资案有变。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疏失，但是我必须沉痛地向董事会报告。外面人都说我们长青集团做生意很神，我们真的很神，我们除了内神通外鬼。即日起，我会展开内部调查，请董事会支持我的铁腕措施。我要把这些内神一个一个扫出长青集团。老哥，啊，老板，您好心远山今天过生日，我送你一只跑车。啊，那你这个做老爸的，我专工为厝里灌两罐红酒，意思啊意思。我留一罐就好了，啊，无喏，咱两人斗阵拍拼事业，一向拢成双。这个好酒嘛，就要成双才用。好，一罐你灌落去，啊。国团啊，咱两兄弟啊，伫个生理场拍拼这么侪年啊。我看咱无缘分继续去强输啊！大哥，刚讲你要办退休金，这边哪会用的啦？公司不用无你啊！哼，这当然啦。长青集团是我用信用能力拼出来，我哪有可能？这边也对啦，应该是咱两个唔才对。你既然知影讲咱。表示你也知影尊敬我，你放心，你所做的代志，我会替你担。你放心，我绝对袂让你去坐监。到月底，你就要把总经理的话扭出来。原来你当初的面顶所讲的话，都是你骂我心。唔，那是你，是你。还阁林董的，恁伫外口用人头开一间公司，专门抢公司的 case。煞了嘞，恁是毋是一步一步想要甲公司乌干？既然你啥物拢知影，我也无需要想过来解释。哎，我交出总经理这个位，我有一个条件。总经理有我的后生来接。不管我这个做老爸做了什么唔对的代志，我的后生是留美毕业的，伊来接总经理无过分吧？你的个性我太了解了，但是恁家来接总经理，你一定会当无我来操控。哼，我已经错一届，绝对无可能错第二届。我已经决定，总经理的位要交予远山。你把公司当作家族企业在经营时，董事会敢会同意？公司的代志，免你操烦。多谢你红酒，无代志，你会使出去。
我上次跌倒的时候，你都会叫我自己爬起来。你说这样才勇敢，你也要勇敢呢。赶快醒过来，讲故事给小婷听。小阿姨，而且你上次讲的睡美人都还没有讲完呢。要问阿姨。 睡美人是怎么醒来的？睡美人啊，睡美人是闭亲了一下才醒过来的。为什么睡美人还没有醒来？因为你不是王子啊。哦，来，阿姨带你回去休息。 你是要去创啥啦？要唔紧走，无就去警察。警察是安怎啦？警察就不准人抗议哦，这无你的代志啦，叫长青集团的董事长出来讲啦。阮党也无用啦，我是只敢讲啦，将我管的啦，啊无你是安怎啦？安怎？放火烧啦，安怎？ 董事长，我是唐明啊。什么事啊？工地这边发生了点事情，有几个流氓他们来闹事，还给我们的工人打了钱。他们说要放火烧工地的办公室。你看该怎么办？过去跟他们谈，我一定会把事情解决的。唐明，你冷静点。你是改过自新的人，不要再走回头路，不许闹事，马上给我回来。我来处理。是。 喂，啊，陈局长，我是方鹏飞啊。董事长英明啊，乱世用重典，对付这些流氓就是要这种铁腕作风。光董事长您这份魄力啊，我就要再学3年。 不不不，再学30年都不够。你要是再这么胡乱拍马屁，我就把你调到公关室当公关去。远山呢？今天我们进公司啊？他在闭关，闭关研究明天谈判的对策。去把他找来。是。喂，协理呀？哎呦！ 紧急警报啊！董事长发出通缉令，要你赶快回来。知道。你可别戳穿了啊！我说你现在正在闭关，准备对付老外的对策。还有啊，你先回去换套衣服。我知道了。我今天找你来，有两件代志。第一行，我是董事长的身份跟你讲，明仔载跟菲律宾代表谈判的代志，你有啥物拍算？ 报告董事长，明仔载要菲律宾谈判的代志，这些事拢伫我掌握当中，我袂有董事长失望的。好，这第二项，我是老爸身份甲你讲的。昨下你甲我讲的麻烦代志，我已经替你处理一半，我已经甲你拢送去警察局啊。刷了代志，你家己去处理。爸，要安怎解决？我会叫黄律师陪你去。 把拢总阁报出来，把拢报出来，这毋就是向伊认输。爸，咱根本就无需要安尼做个啦。先生，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甲历史上成功的皇帝是共款的，一定要知影硬软度。
安尼你的麻烦才会当彻底解决。谢礼，这是刚报出来的手机。黄律师，你应该先回去啊。是。爸，我回来。门关下。我给你交保出来，用六十万，比你要滴的，搁加二十万出来。恁阮做大生意的人是安怎明明四十万会当处理的代志，是安怎加开二十万？你的算盘是安怎定的？如果我是干那开四十万，就表示讲我惊你，我会予你看袂起。我用六十万保你遐细汉出来，这是一个人情。加开二十万，保你对我的尊重，我感觉真够本。我嘛相信讲你是一个头脑真清楚的人。这款道理你应该知影吼。你我昨暝见面到今麦，都无二十四小时嘞。你来肯定讲我这个人读得真清楚。江师兄，你也是一个冲动的人。咱昨下一见面，你听我叫你遐细汉动手啦，万不你无，这就表示讲你是一个有生理头脑的人，袂做私奔的代志。可惜，可惜你是一个生理人，不是兄弟。你若是兄弟，咱有可能是朋友，嘛有可能咱是冤家的对手。你这条情，我永远会甲你记。你若想要讨这条情，随时会当来找我。爸爸的方法真正是好用，我到今麦才了解，就讲爸爸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过来，过来，哎呦，迄块地是恁大兄的命，无你的份啦！你莫甲恁的乌龙蛇道，你莫拢探听好好啊！喂，歹势歹势，我电话来啊，我接一下好无？小芳，我放过来。喂，水某呀，安怎啦？甲朋友咧讲生理嘛？哈？什么时发生的呀？啊，这么人呢？在病院啊。好啦，我知啦，我睡过啦。昨晚拢去调查去收啊！大啊，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歹消息要甲你讲。啊，唔知你想要先听对一个吼？你什么消息我拢无爱听啦，钱先摕来用较要紧。对，这就是我要甲你讲好消息啦。阮大吼，拄只只有车弄死呢，所以花了迄块土地，即嘛是我的，我都是人行李啊嘛，吼。真正也撩人啊！
做你的大爷真正顺，小林大爷打起有车拢是讲的遐爽。我闹真爽啦，这哦，就是我要跟你讲的歹消息啦。大爷，啊你也知我无钱，要唔过我替我大爷办药事啦，所以想讲吼，要跟你省几十万块啊。两万块啦，才两万而已，也不好啦，你又欠我八万。稍等来，啊无你现在在讲啥？无啦，啊因为拄则要甲你十万啦，啊你先还我两万，啊唔过欠我八万。小姐，车祸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这位是死者江孝信的弟弟。有什么手续的话，就请他来处理。江先生，这里有两件事情必须请你处理。第一件事情，死者的遗体必须请你马上办理移出。第二件事情，另外受伤的三个人必须请你缴交保证金，办理住院手续。啊，还要交保证金啊？那肇事者呢？这一切医疗费用应该叫肇事者来付啊，怎么变我付嘞？这次车祸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发现肇事者。江先生，这里请你签个名。等一下，让我想清楚再说话。江先生，你要去哪里？我上个厕所。厕所在那边。下午就要跟老外开仗，资料到现在你都还没有看，这个仗要怎么打呢？协理，你不能再这个样子了，这件事情，好，拜拜，我们走吧。谢谢。你是堂堂长进集团董事长的儿子，长进集团未来的接班人，你在干什么？驾驶江孝庆已经死了，他老婆周英倩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啊，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对阮敢搁有一点记？爱情来折磨着阮的心。这个驾驶江孝庆已经死了，他老婆周英倩可能会变成植物人。钟云华脑部严重受伤，现在不能说话。最幸运的算是那个小妹妹。他只有轻微的脑震荡，我把他们一家都害惨了，你说我能怎么办？协理，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只想知道，下午跟老外这场仗，你要怎么打？我现在没有心情谈这个。文杰，我是远山。上次我帮你打架，这次你帮我打老外吧。待会见。走吧。
地公伯啊，你对我袂歹嘛！我想清楚啊，小姐，麻烦一下，做的人药啊，甲我用上好的，医生嘛找上好的，啊，佮有价格大，嘛用上好的，保证跟我随身。对啦，阮大观察嘛用上好的啊。No concept of time at all. Shows your company's poor work attitude. How do you expect to cooperate? This is Taiwan. If you want to talk to me, speak Chinese. 如果你听不懂英文，要我就说中文，没关系。但是你不熟识、不讲信用的公司，我们不用再谈吧。我刚刚正在打一封 email 给贵公司的总裁，所以迟到十分钟。不过那封 email 我还没有寄。你刚刚说的很对，信用真的很重要。不过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贵公司突然要取消我们两家公司一起在菲律宾联合开发的案子？我们是经过审慎评估，觉得那件案子没有什么潜力，所以才决定终止合作。没有潜力，真的是这个理由吗？当然。这是贵公司打算要进行的开发计划，你们准备和另外一家公司进行一样的投资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如果我将这个情形告诉贵公司的总裁，不晓得你们几位会怎么样。我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寄。对方开出来的条件比你们好，我们有权利选择合作的对象。 Mr. Benson，你们美国人常用三年一条款来维护你们的智慧财产权。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盗用本公司的开发计划。我必须警告你们，我们长青集团已经做好打跨国官司的准备，我们会让全世界知道贵公司的作风。而且只要官司一开打，贵公司为了维护商誉，一定会让你们几位壮烈牺牲。你先不用生气，这个案子我们还可以继续 ，OK？ 问题是，我们已经不打算跟你们合作，我们还是打官司好。现在我们走。等一下，等一下。其实我们长青集团是很重视友谊的。那这样吧。把我们所占的技术股由10%提高到20%，就当作是贵公司为了要维持这份友谊的代价，你觉得怎么样？各位董事，下晡的谈话非常的成功，咱伫菲律宾的投资案会当继续进行，啊，就是讲咱会当增加10亿左右的利润。这回谈判会当这么成功，这拢是谈判代表的功劳。今仔谈判代表就是咱公司开发部的协理方远山。另外，我有接到柯总经理的实习书。因为个人健康的问题啊，所以准备做到一个月底。总经理这个职务，我已经决定要交予方远山来接，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支持。其实，今日这谈判是由咱柯总经理的公主。文件所主谈，所以今日这个功劳是属于伊的。文件，原来是你主谈的哦、喔，莫怪这么成功啊！这内举不必亲，各位啊，这总经理应该给柯文杰来做啊。
各位，今天我请大家来，是为了要庆祝菲律宾投资案会当继续进行，所以新的总经理人选，等到开董事会时阵再来讨论。你为了兄弟的义气，竟然给我遐尼歹看，我苦心栽培你，你竟然把遐尼好的机会去让文杰。爸，你不是跟我讲过，新婚是上好的政策啊。这句话是针对克林顿英国人讲的啦。爸，我个人是凭我的良心做我家己，不是靠我的爸爸来做长青集团的总经理。我袂当伫个外面替长青拍拼，不是干那有一个总经理的名去处理一个无必要的代志。敢讲想要嫁到平凡的嘛唔对。你既然是大企业家，我方不方的囝，你就无做平凡人的款哩。爸，即卖是伫个厝呢，你不要一个大企业家的口气来跟你后生讲话好无啊？你现在不用淡薄时间来了解我的心情，我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即卖就还了，你知无？想袂到，所有当初拢支持文杰做总经理。虽然咱伫咧菲律宾的投资案输了真歹看，要不过这摆啊，吼，咱赢金国的长青集团呢。本来阴暗设计一局，要让伊好看好看，既然安尼也是好了，堪免让我排着对不起兄弟的罪名。林董，代志既然有这么好的结局，不如来一个锦上添花，你把安南找来，我把文杰找回来，因两人的分数就当作咱两人接种中青集团合作的第一步。哈、啊，安尼好啊，嘿，真正是锦上添花，好彩头啊！啊小婷好勇敢哦。我知道你叫小婷，我是医院的义工叔叔。刚听护士阿姨说，小婷很勇敢哦。义工叔叔，我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说。其实我很害怕，如果我不假装很勇敢的话，雅文阿姨就不带我去看妈妈了。小婷，你很聪明啊，但是小朋友还是要诚实哦。好，叔叔，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诚实哦。嗯。你知不知道《睡美人》这个故事的结局啊？叔叔知道啊。王子亲了睡美人一下，从此啊，他就解除了女巫的魔咒，然后睡美人就醒过来，和王子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好，你就当那个王子，我带你去解救那个睡美人。王子叔叔，快来啦，快来啦！等一下哦，阿姨，你先出去一下，走啦。小婷，你要干嘛？我叫王子叔叔来叫醒睡美人。走啦，我想睡觉，你讲故事给我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听得见我说话？我都当作你听得见。你能够好起来，能够赶快醒过来，是我最大的期望。啊，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对阮甘讲来折磨着阮的心，阮不愿放弃。能够好起来，能够赶快醒过来。是我最大的期望。你知道吗？我很羡慕小婷，她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她还是可以相信童话故事。我也希望我们的人生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不管经过多少的波折，最后王子跟公主还是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知道吗？有一首歌叫做《祈祷》，里面有两句歌词：让时间忘记了转动，让四季少了夏秋冬。如果时间真的可以忘记转动，我希望它停在你们发生车祸之前，这样你们一家人就不需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灾难。或者停在现在也好，小婷不用长大，她也不需要去承受父亲去世、母亲病重的痛苦了。我已经有二十几年不信神了，以前我总是向神明祈求，他能够让我去世的母亲再活过来，能够让我父亲来为我过生日，但神明从来没有实现过我的愿望。可是现在，我要再相信神，我要祈求他能够让你早日康复。如果没有你，婷婷，还有你姐姐，他们都会失去依靠的。我也祈求神明能够让我代替你的痛苦，能够让你坚强起来。只有让你坚强起来，你才能够带给他们希望。我看见你在流泪了，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眼泪是热的，眼泪是热的，就表示你还有知觉，你还有情绪。我在猜，你不愿意张开眼睛，不愿意醒过来，那是因为你失去了声音。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你就被打败了。小时候，我曾经因为失去母亲而哭泣。我爸总是告诉我，当不幸遇上你的时候，你并没有懦弱的权利。所以我可以了解，你在遇到不幸的时候，你所需要去承受的苦痛。我会一直在这边等。等你为了小婷再把眼睛张开，等你为了姐姐再重新站起来。她正在为她的生命做搏斗，她最需要的是你这个亲人的鼓励。你叫这座。哎，大哥。啊，歹势啦，太迟啊。不要紧啦，不要紧。真实的吼，爱你陪我吃菜。哎呀，十几年的老朋友啊，免遐客气啦，请坐。算起来，你甲国团结婚已经15年啊，时间过得真紧哈。国团这个人哦，你甲伊实在愈久，都愈袂当了解伊。伊一向拢无遐尔简单认错，也毋过即届。伊算来承认伊对不起大哥你，我想伊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伊既然对不起你，都毋是你的好兄弟。也毋过，伊逐项拢有替文杰设想，嘛算是一个好爸爸。大哥，敢会当给文杰一个机会？
你虽然是阮这阿母，也不过你对伊实在真好，这点我真佩服。你拄则讲国团是一个好老爸，也不过伊敢会当了解阮姐的心情？譬如讲心情乱，真愧疚，有罪恶感。这个问题，我无法度替国团回答你。不过有时阵，我是欣赏你。想无你也有机会替世事烦恼，因到底承受啥物？啊我咧，我今嘛连两个查埔囝伫倒，我嘛唔知。讲到这件代志，我就真见笑。虽然讲我捌真侪见界朋友，这么侪年啊，也是无多甲因找着。哎，实在真奇怪，你这两个查埔囝，奈无代无志，怎啊无去咧？煞去啦！莫阁讲遮，遮尔侪年来，我已经想开啊。我想，卡出阮母仔缘分，若是还袂真，我相信总有一天，阮会阁见面的。我已经讲过啊，我甲安安的个性根本袂合。我甲伊查某囡仔，实亲像阿姨型的。若无代志，我要出去啊。小蛋来。我敢叫你娶伊，敢无叫你着嫁伊？爸，你甲婚姻当作是啥？手段，一种成功的手段，你是知影？你就是结婚是为着啥物？敢干那为着传宗接代是？当然不是，是对你的事业还有帮助啦。林丹的个性我真了解，两人的婚姻若讲无成，亲家不成就必冤家啦。以后是要来合作。你这个总经理也变想要做啦！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对阮甘阁有一点折磨着阮的心，阮讲愿放弃。两人的婚姻若讲无成，亲家不成就必冤家啦！以后是要来合作，你这个总经理也变想要做啦！这个总经理，我本来就无想要做啦，我有我家己的路，我有我的理想。若不是我这个做老爸，伫后壁甲你屁股，你有啥物路通行？你有啥物理想？爸，你根本就无了解我，咱的想法差伤多啊！我无想要讲，加讲会生气。好了，既然你已经请人来，今日面子我做給你。林董来啊！你上好是莫话失望。林丹，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啊，来来，遐坐遐坐。林丹，文杰等恁来等较久到。是的啦，你嘛知影，人家若是化妆哦，都爱化几点外真久呢。嗯。安怎？我今仔有水无？嗯，文杰啦。这安安啊，自细汉就发心歹去，啊以后，哎，你就爱好好教教伊啊，啊？林董，但唔通安尼讲，安安这尼捌代志，以后阮文杰都爱靠伊啊哦。嗯，爸，阿伯，恁两个斗斗讲，我带安安出去踅踅。好啊。大哥，文杰的代志。哦，伊啊。那呢，我就直接讲，文杰跟远山这两个少年郎，是咱长青集团未来希望。凭良心讲，文杰能力较强一点啊，远山的经验较侪啦。我希望，因两个少年郎会当好好合作，唔是讲爱甲啥物人放伫啥物位置。就算讲看你面子来做安排，嘛要先了解文杰的意思啊。我是咧想，因少年人的代志，少年人去讲，咱来讲一寡老人的代志。这张机票，麻烦你替我交给国川，替我感谢伊，替远山买一台跑车，做生日礼物，我会放在心内。大哥，
这是国船对远山的一点仔心意，你哪着拒绝嘞？我从来唔捌替远山过生日，伊嘛知影。远山的生日，就是老母的节日。你妈妈为了生伊，牺牲生命，这款生日有啥物好庆祝的？大哥，都已经三十年呀，你拢一直无过娶，你对大嫂的心意已经有够啊！你总不能你因为思念大嫂，煞无顾虑到伊心肝内的感受啊！碧玉啊，这句话我有听入去。要唔过，迄张机票，嘛是爱麻烦你替我交予国川。你安尼做，真伤感情，我真为难。你若是感觉为难，你就先把机票留咧。等国川过生日的时阵，你替我送予伊，当作生日礼物。尽量的打，起码我心里会好过一点。
小姐，周小姐，周小姐。醒了没有？王子叔叔，你如果轻睡美人一下，他就会醒过来，你们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不好啦，叔叔？好不好啦，叔叔？来，小弟，王子叔叔答应你。一定要睡美人醒过来，一定让你们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叔答应你。打勾勾。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不可以告诉别人哦。好。请问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病人暂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是需要长期治疗，重点不是现在，是将来。你们一家人的将来，还有小婷的未来，都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所以你一定要撑下去，不要战争还没有开始打，你就先被打败，你听懂了没有？想要来回灯拜拜嘞，特别我若是有烦恼的时阵，我就想要来这拜拜完，我心肝头会较轻松啊。你这块的年纪，有烦恼总比懵懵懂懂搁较好。你有啥物烦恼，用你甲阿姨讲啊。为读大学开始，我都发现着我跟爸爸的想法。差真多，经过英安的代志，我感觉我们爸仔囝的关系愈来愈复杂。阿姨，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早晚有一天，我离开这间厝。亲情本来就是无啥物道理。你细汉时阵想要找一个外靠，一定会想到恁爸爸。等你大汉啊，恁爸爸想要找一个外靠，嘛一定会找你。你若是想要保持恁爸仔囝的感情，你都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个压力。阿姨，爸爸要我带安安，这是家己自主的想法。
为着伊家己，伊竟然那牺牲我的幸福，完全无顾虑到我的感受。阿姨，我问你，你叫王爸爸，敢有幸福？我甲恁爸爸拢是再婚。彼当阵，我只是想伫咧生活上、感情上有一个瓦壳，互相作伴。即摆已经过遮侪年啊，我感觉阮的关系较像朋友，无像翁仔某。朋友之间，上起码还阁有感情。也毋过，我感觉上大的问题就是，我对伊根本就无感情。我哪有可能接受这款的婚姻？结果爸爸竟然甲我讲，伊敢若叫我娶伊，并无叫我爱嫁伊。我知影你爸爸的意思，伊的想法是，爱情在婚姻内底毋是上重要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你无喜欢，不过在现实中，这款的婚姻对双方的家庭较无麻烦，嘛较稳定。阿娘，我了解啊。阿姨，多谢你，我去休困。阿姨，你安尼讲，是不是你以前捌受过什么伤害？一切拢过去啊，若是讲我会袂记你，迄是骗人的。我只尽量卖去想伊。你一向拢真有主见，伫咧袂伤害恁爸爸的情形下，婚姻、感情这款的代志，你应该家己来做决定。不过，若是做决定了后，都唔通后悔。你若是后悔，唔呐伤害着别人，嘛伤害着你家己。这是谁啊？是不是公司的员工？你是干什么的？走开！好，我马上走开。我若一离开呢，我就去警察局报案，讲长青集团董事长的后生啊，开车弄死人，搁畏罪逃逸。然后我随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款无道德的行为啊，讲给全世界人知影。董事长，这个人一定是神经病，你不要理他。哎，你快走啊，要不然我叫警卫来抓你了。阿明，这位先生，请跟我上车。哎，董事长，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好人，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阿明，叫司机下班，你来开车。是。那是假戏的，你无去警察局报案，你早来找我，是不是爱钱？甲恁这款好样人，无讲钱是要讲啥啦？死一个，两个着重伤，一个轻伤，这是重大车祸呢，是爱袂少钱啊。董事长，车是我开的，人是我撞的，远哉是来帮我处理的。啊，车那是你开的，人那是你弄的，我到时要来找恁当的。哎，车是我开的啦，人是我弄的啦。你有什么事来找我，我来解决。好了，不要说了。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又在替他撒谎。电梯后备拿来，我来查清楚，也随家里通知。停车。是。你是长青集团的负责人，啊，我是浩文集团的负责人。我这个集团，什么事头拢做，而且也不择手段。你赶紧决定。我这人无啥耐心。
人呢，在闭关，为了菲律宾那件 case， 他在反省。哼，我看是反省车祸的事吧。哎，董事长，把他找回来。是。这个时候送你的 PDA， 你可以写，也可以记。我现在先把我的名字跟电话输入进去。我知道你不能说话，心里压力很大。我顺便送你五个字。无声胜有声。走吧，我们去看小婷。周小姐，从现在开始，你要取代小婷爸爸妈妈的位置。我知道这很困难，我们会帮助你的，但是没人能够取代你，所以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也不应该忘记的。再见。小婷啊，跟人家很熟吗？我看到他有点怪怪的，搞不好他是个怪叔叔，你要小心点，知道吗？姚翁阿姨，你想太多了，他不是怪叔叔，他是小阿姨的王子叔叔。这个案件若是问目击证人，是无得成立的。唐副理嘛讲过，雪莉的车顶找无任何擦撞，或者是碰撞痕迹，所以就无肇事的证据。除非来找董事长迄个人，手头阁有啥物新的证据，是咱唔知的。若无上法院，咱应该是稳赢的啦。也毋过，我即马较烦恼的是，若是迄个人去向媒体放风声。照即卖媒体即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报道方式，恐惊会伤害到公司佮协理的形象。梁山，吴律师话你拢听到，你有啥物看法？妈，胡志林总比一世人良心不安较好。我相信以黄律师的能力，应该是免花一家。啊，不过一世人良心不安。跟我判死刑，跟我现在无同款。唐明啊，你也看完？协理，全世界的人口啊，99%心脏是在左边的。你讲的这个良心啊，是在中间的。只要你能够偏右一点，或者是偏左一点，其他的统统让我一个人来扛。梁山，良心的标准是无多计算，拢要家己来决定。其他代志，我来替你解决。我方鹏飞，一世人毋捌犯威胁过，看起来这边爱破一个例啊，开钱消灾嘛。拄我伫个顶个公司的路下，我一直咧想，唔知影要安怎开嘴甲你讲这件代志。
为了要影响公司的形象。董事长，我是真。谢礼，哎，董事长，唐元，远山要辞职的事情不要说出去，去盯着他，别让他做傻事。是。哎，你看，喜欢吗？不喜欢可以重拍的。只要打给你，就会显示我的影像。有时候科技啊是不需要语言的。这个你的，这个我的。我是病人，你只是个义工，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是义工嘛，对病人好本来就是我的义务跟工作。难道所有的义工都会送病人这两样礼物吗？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我跟小婷的秘密。你是我见过最好心的怪人。我从来不捌替远山过过生日，你嘛知影。远山的生日都是老母的节日，伊妈妈为了生伊，牺牲生命。这款生日有啥物好庆祝的？大哥，都已经三十年呀，你拢一直无搁娶，你对大嫂的心意已经有够啊！你总不能你因为思念大嫂，煞无顾虑到伊心肝内的感受啊！碧玉啊！这句话我有听入面。你是我的好心，免犯任何错误，我一定要等你回来。文杰，我过去咱读册的时阵哦，咱只考试成绩不好，咱拢会走来吃。一直到今嘛，咱只要是去到士大人接庇，还是碰到困难的时阵，咱就来这饮酒，这陪水馆变成咱的避难所同款。你讲了无唔对，这确实是咱的避难所，所以我对这特别有感情。我今仔日跟我爸讲，我要辞职了。我拄则甲碧玉阿姨休息，安怎？是毋是甲你爸爸有口角啊？哎，啊你咧？是安怎要辞职？如果有搁我重要代志要做啊？啊你咧？因为我想要摆脱我爸爸跟安安这个噩梦，我看你是想要逃婚啦。伊若阁继续安尼逼我哦，我甲你讲，我真正会逃婚啦。恁大兄才死无几工尔，你阁想要来搏？吼，阮大师跟我跋脚是啥物关系啦？都毋是讲我无跋脚，伊就活起来啊，对无？但恁开脚店，叫人跋脚，
去提钱来借我啦。我顶摆欠你偌济？150。啊，无几日你搁提150来借头的，到300，吼。借头到300。好啦，我予你借头。你上好等我还袂正经了，让我紧走。啊，若无较等，你就屁啊溜溜。赶紧走，走。喂，恁爸心情无紧讲啦。我是长青集团的方鹏飞。冯大哥，嘿，阿哪里哦？大大讲得。明下晡2点来我公司找我。好好，无问题，无问题。阿莫，交到你明仔日上好过来开了，你爸明仔日提这个地势。真想打个电话，跟他说声谢谢。